台风消息，11月份来讲台风非常的特别啊，已经觉得非常奇怪，都已经有寒流了，为什么还有台风呢？其实啊，11月台风是非常大的，2013年的海燕台风啊，就是在11月份啊，它带给菲律宾7万多人的死伤啊，在菲律宾闽南老岛的东窗海面啊，形成一个低压，目前中间气压只是1006啊，它在这里已经形成2天了，而且它走的方向一直往西北方向靠近菲律宾啊，有可能在未来几天穿越菲律宾来到南海地区，形成一个台风啊。现在这个气候虽然是北方有冷压下来，但是也有可能这样子冷热交叉产生了台风啊。而且11月份啊，在南海会发台风的几率非常的高啊，虽然最近这两天从北地方有冷空气下来，形成台风的几率比较少，但是啊，在赤道附近也有台风存在哦，它叫印度台风啊。我们等一下开个专辑来讲印度台风，到底它会不会成为一个胚胎呢？请继续收看《逐声星看气象》，气象看逐声星。